准备在上海再多玩两天。我买了一个帽子，因为我的帽子送给孔博森了，我那个渔夫帽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帽子。现在我在南京步行街逛一逛街，嘿嘿，我算是放假了，就是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就是巡演完了，然后准备就是说在这边逛一逛，就逛逛街，挺好的。我现在呢要去买一个背心儿，嘿嘿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还去忙了一个工作，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我的逛街时刻。现在准备去买一下，因为太热了，你知道上海有多热吗？真的很热，逛一会儿我就热了。然后可能也是我很久没逛的原因吧。哎，我这美瞳都还没有摘，对，我只是卸了个妆。OK， 我先去买。哦，上海真的好热啊！有没有人也在外滩呢？有没有感觉到真的很热？我现在在理疗店。我吃完了，现在准备呢逛一逛，回酒店喽。多待一天，今天来了西洋仓库这边，然后来逛一逛，我觉得还挺舒服的。明天我就回去喽。不过这两天，哎，这两天玩得很开心，就是虽然就是逛逛，但我就跟朋友在一起，然后就这样吹吹风、散散步，还挺舒服的。他是我的导游，他做了很多攻略，然后现在跟着他走，跟着他就没有什么错。哦，这里看起来好美，我怎么感觉没有来过这里？昨天也是有一个无声的咖啡馆，然后今天我们路过的时候也是碰巧遇到了一个无声的咖啡馆，然后呢刚刚也是顺便点了咖啡，然后我昨天学习的应该是谢谢，然后跟老板也是说了，对，就是表达了一下，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种咖啡馆，在这里。咖啡很苦，还好你甜。闪现到了一个，哦，这个好大一个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好厉害，好大的面包，哦，快看，健身房这是，天哪，这真的是健身房哎，好厉害，现在准备要上楼，哇塞，哦，好，天哪。来到三楼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帅，这个噔噔噔，喂，谁呀？嚯嚯嚯嚯，好离谱，吓死我了！这里，现在已经在
上海的机场准备回北京了，这两天玩得很开心，希望有机会再来玩吧，来玩一场牌，我吃个饭。